那几遍呢搞把瘾，这回这怎么不玩了？这回这不玩了，那咋搞？今天能咋搞？可亏了。
今天说过是第二期的大深水道，台语讲就是老巢意思的，价格上在市面上今天的价格是100台斤910，一分钱他收割的时候900是1000斤左右，一百台斤啊，一百台斤。